接不了，今天俺娘家要来人了哈。如果你要是欺负我的话，让你没有好果子吃。这不是我专门买的肉，四楼村的娘家人。对，好酒好肉的，一定要好好的招待着。你看我买这两块五花肉怎么样？精挑细选的。赶紧的腌上去。行。俺的娘来个人，你激动的。这个肉得先冻上之后好切啊。嗯，俺娘家来人了，有人给我撑腰哟。我平时欺负你了呗，你这话咋的？啊，欺负了。来媳妇看，这还有一大锅羊排嘞，怎么样？炖火锅吃呗。炖火锅吃啊，这得让人家吃好喝好。俺结巴了不容易，你看小吴吐的奶吐一身，咱敢那么换个衣裳去不？其实这个衣裳穿的舒服，我真不想换了。你不是还有一件一样的吗？你换个谁不行啊？我刚好的洗了。你看我忙了，我忘了买荠菜了，我得赶紧买。买点洋葱，买点金针菇，买点小孩子都喜欢吃的啊。行，再买点菠菜吧，行吗？好的。对，再买点生菜。行。他那个是扣肉吃呀。好的。大森，你吃的啥？好吃不？好不？好不好吃？你看弟弟馋了，弟弟想吃，给他来一口。哎呦，弟弟那是可不能吃，弟弟可不能吃。还没有牙嘞是不？哎，我去他喝不了，你把他馋的呀！你也想吃呗是啊？啊！再大一点都知道要来吃了。对，那馋的难受的。嗯，当然。你看小吴馋的，吃手机了就。手香不香啊？原汁原味的，是不是原味的？神秘的娘家人就是俺的大侄女，她上的是幼师三加二，现在已经放假了，正好来俺们家里面玩一玩。爸就谢谢了，给姐准备一点好吃的。好的，宝贝，准备一点你吃的鸭脖，行不行啊？行。妈妈，这些都给姐吃，一个我吃，这些都给姐姐吃。嗯，你真是一个好孩子。小五，一会来姐姐了，你开心不？你吭气呀、啊？哎，小伙子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馋的流口水。我跟你说啊，我遇了俺，我违法失忆了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我给他开共享位置嘞，一下子看他搁我后边嘞，然后看见我了一站，就看见把他车来了吗？搁后边了。来了，他应该搬东西了。冻的难受，还得买这个饮料喝。各位，卷接来了吗？接来了。还来我的大侄女，来，快进来，冷不？哎呦，冷啊！冷。喊奶奶。哎，你这大闺女了，成大闺女了。那边有好吃的，去吃去吧。嗯，吃吧。俺侄女是从邳州坐车来的，坐到徐州，又转到徐州，然后又转到安州。给，赶紧吃个这个鸭脖子。雨涵，你还用我招呼你吗？不用了。咱家有什么好吃的，给你表姐拿呀。对，那边都是吃的哈，想吃哪个拿哪个。嗯。你看俺家零食多不可思议了。多。想吃啥可别在我这可别客气，知道不？妈，这个是鸡脖，不是鸭脖，你说错了。啊，说错了，这是寿司烤脖。思雨什么时候毕业？明年都毕业了，哎呀，快弄到头了，一共上五年是吧？老大和老二今天两人去练架子鼓了，那两人啥时候比赛？1月29号。正好恁都好好跟一块玩吧啊！对，我就跟你爸爸去做饭去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给姐吃的草莓。好。刘小妮，你学这芒果是给谁吃的？给我自己吃。哎呦，你不知道先给恁姐姐吃啊？对，我就给姐吃了。